40年，其实让世界更了解了中国。我们在很长时间里，解放是70周年，但是过去对中国的理解，我认为是不完整的。而这改革开放40年是让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人的优秀。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中国，世界是对中国来说不可缺少，但中国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魅力。因为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是最勤劳，他们是用自己的智慧，用一种大爱，不仅是为了自己中国的一个建设和发展，还有更大的一种胸怀，希望世界更美好。